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被称为电玩界的十大不可思议的《萨尔达传说》最新续作 3DS 的《萨尔达传说：众神的三角神力二》，由于开发进度良好，所以呢宣布要提前发售喽。这个可是22年前超级任天堂上面发行的《萨尔达》正宗续作，有没有回忆起当年的感动啊？你问我什么是十大不可思议啊？这就要继续锁定我们电玩宅速配，你就会知道啦。1991年在超级任天堂上推出的《萨尔达传说：众神的三角神力》，虽然是2D 俯视游戏，但多元化的解谜成分加上壮丽的故事情节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。事隔22年，任天堂终于宣布正宗续作《萨尔达传说：众神的三角神力二》，因为开发进度良好，将于12月26日和大家见面喽。游戏中特别强化了裸视 3D 的功能，并且可以将林克变身为 2D 涂鸦来破解机关谜题，也是制作人青沼英二自2011年开始进行的 2D 萨尔达转 3D 的具体成果。任天堂也将同时推出 N3DS LL 限定包，小编也要开始存钱咯。